介绍的是第一天的基本舞步教学。第一个动作呢是方块步，那我们先做一次 1, 2, 3, 4, 5, 6, 7, 7, 8, 再一次 1, 2, 3, 4, 5, 6, 7, 7, 8。很简单，这个动作呢是第一个是 cross， 停两拍 1, 2, 三四的时候把我左脚往后退，骨盆重新往后带，三四五六的时候呢，把我右脚往旁边 ，seven eight 的时候左脚再往前，再做一次哦 ，1, 2, 3, 4, 5, 6, 7, 8, 1, 2的时候再 cross，1, 2, 3, 4, 5, 6, 7, 8，我背面来一次 ，5, 6, 7, 8, 1, 2, 3, 4, 5, 6, 7, 8。就是方块步。那接下来我们教的动作是爵士舞的 Charleston 的动作，就我整个做一次会是这样子 1, 2, 3, 4, 5, 6, 7, 8。 所以右脚先 single kick and single kick， 这也是右脚踢左脚踢，后来直接右脚踢两下，手直接伸起来踢两下，整个配上拍子会变成这样子1, 2, 3, 4, 5, 6, 7, 8。 所以右脚左脚 double kick， 反面来一次，右脚踢左脚踢右脚 double kick， 配上拍子 1, 2, 3, 4, 5, 6, 7, 8。 就这样。以上就是我们摇摆舞教学，我们11月14号不见不散。